解决方案，先解决方案。人啊，要的加强宣传就 OK 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北区国税局教人家节税的方法，就是夫妻合过政务所需缴纳之赠与税，叫单人赠与，足足少了一半。由于赠与不动产，子女之父母得善用夫妻合过政务之方法，将可省下一半赠与税，达到节税之效果。迄天我参一个朋友讲，哎，这些食，往左边就是行了，行为客台。哎，对。这切来的顺利，顺利是十度到三十度，但这个黄色的这是三十度以上，好，大家加减参考啦。按参考了后咧，就知影讲，按这个度，我是会来是安怎会晓分卦，分分卦，
分管啦，分管规划啦，规划45个单位，45个单位的大概是一个单位223平方公尺，啊，223平方公尺。但我有特别讲讲，咱这土地吼，土地就是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是中央所持，啊，那个土地是安那延伸过来。延伸意义一个，我之前拢伊介绍啦，好，今仔特别做一个重复，特别啊，大家介绍讲这个坡度的问题。大家就讲，哎，坡度了后都有分管呢，啊，这有分管。我讲定来讲，今仔直接给我，直接做给我。这是中央社区，这黄色的是第二的，迄个都市计划。我定来讲。这条有一个计划道路到这，咱的土地是安尼来，安尼来。上下卡这地，上下卡这地是304，304我一定讲，这是要过我天然的三代仔。讲这个原因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慢慢规划，所以最近会在讲，你看唔规划整体开发，整体开发有规划，一个四地重划。置办次地重划，但是初步还是做农业、园艺、林业、生物科技啊，所以在这个部分呢，就是农业、园艺、林业、生物科技这个农园艺的体验。庶民、平民、权贵、贵族生活杂志，食衣住行娱乐，市农工商农林渔牧系列报道 ，AAP 亚东新闻传媒群制作。